哇，托尼卡转转停车场。啊，一德都在那里干什么？叫那两个人在亲亲呢。咖啡那有一台绿色的。对呀、啊。绿色的咖啡坏掉了。那我们明天早上还来这里玩吗？好啊。好啊。因为等一下我也要回家洗澡了。咖啡，你可以帮我扶吗？掉下来了。嗯，那你可以拿给我吗？好，我修理好了。这是托尼卡转转停车场，这个是电梯。嗯，小乖说我的车就不能用。嗯，那你跟小乖说啊，你跟二宝说又没有用。嗯，小乖。小乖有抢人家的车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可是怎么大乖说你在抢？没有啊。大乖，我这里会跳起来。你的鞋要飞，大乖，这样车子就会飞起来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发射啊。小乖，你给它放这里，它会发射哦。对。啊，这个要给它打开，这个要电要开起来，你没有开这个电。从这里也可以到，从这电梯也可以到，就这样，然后再转过来就到了。二里是二，再上去电梯二了，电梯三，我只有。你到三楼了。哦，然后闪电麦昆在这里转转转。我的车是不要骑我的车。要冲下去了吗？我还没有，因为门没有开。因为闪电麦昆那边门没有开。怎么大象也跑上来了？这太奇怪了吧？哪有停车场停大象的？